草菅人命，有人会坐牢。我真没想到你们这么贪。他们真是个孩子吗？你给我做什么？ 是还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种事情还能做交易的吗？不能白手搭上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他杀了谁？为什么？你知道这在干什么吗？